你等等我，戴姐，你简直是拖累我呀！你不是说不嫌弃我菜吗？那你也要跟上节奏呀，那我怎么带你？嫌弃我就只说出事就分手，分手就分手，下一个跟进的。再收徒弟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快放开！小老弟，你真厉害呀，你都杀了十多个人头了。这掉，绳子就摆在这里，只剩两个人了，去把他们干掉。别浪费时间，快跑上去！听到了，别闹了，有脚步声。臭小子，竟敢阴我们！老婆娘，快过来救我！别人是带女朋友玩的呀。这敌人不给机会啊，拯救你的救不了。这下我也是束手无策呀，本就不知道带我去救，不然我跟他们组队吧。小哥哥，小哥哥，你别打我，跟你们一起组队。前面那个女的说她跟我们一起组队。行不行吧，你没带我吃鸡，看在你也是女的份上，那就一起吧。好的好的。